你又出现咗八场啊！喂！其实我演唱会哦，哪里？其实我演唱会呢，一直都没有特别设定 encore 的，因为通常都是即兴的，体力会耗多一点。因为其实现在的身体状况没有觉得。真的，就因为很久没有运动了，所以比以前的没有那么的灵活，所以这一次会特别要再练好。所以我这一次真的特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真的长大了要，我就是说思想上思想上长大，要成熟，要。对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的一个态度，所以这一次排舞啊，什么练唱啊，以前演唱会我都从来没有就是超费过。